OK，接着我们来到了第190页，范例五之九。OK，我们想决定这个电路下面这个电路 AB 之间的戴维宁等效电阻值是多少？AB 之间，好，这个电路上面的特色就是中间有一个相依的电压源，在这个地方 2VX，VX 等于这一个1K 欧姆，1000欧姆电阻器上面的电压值。OK，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只想办法用刚才我们之前所学到的线性定律，我们在 AB 之间加上了一个一伏特的假设的一个电压源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先去求它的电流 I0。如果电流求出来的话，那么它的戴维宁等效电阻就是一伏特除上电流 I0，就是 I0 分之一的意思呢。那我们就求出来了。好，在做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假设是一伏特在这里的话，那么 V1 这一点的电压，OK，加上这点电压加上 VX 就会等于一，因为这时候一在这里也是在这一点这个节点。等一下我们会用得到，我们请看到下一页。OK，那这个电路之中呢，我们看一下呢，首先的我们看这个 V1 这个节点，OK，有3段，1段、2段、3段，进入到这个节点的所有电流和等于零的意思就是 V1 除上 1K，就这一段第一个 V1 减掉 2VX，为什么呢？因为 V1 减掉 2VX 就是这一点电压就除以 2K，就这段电流，再加上 V1 减掉一，就这一点。刚才前面老师提到这边电压是一伏特了，那除就是这一个上面的电流，三个电流和加起来等于零。VX 呢？我们刚才前面提到，VX 加上 V1 等于一，所以 VX 可以用1万带进去。那么一旦带进去以后呢，我们就解得出来呢。VX 呢，这可以解得出来。这里面 V1 用 VX 代替，就 VX 就会解出来等于1/7伏。OK，VX 之后呢，马上 VX 这个地方是1/7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它的电流了。OK，首先呢，I1 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上面这一段的，那这一段是1/7除上 1K，就是1/3mA，没有问题，因为这边是一嘛。第二个 I2 是什么意思呢？I2 是这个一减掉 2VX 的除上 1K 嘛，那么 VX 已经知道是1/3，2的 VX 有1/6，一减1/6就1/1，所以 I2 是1/1。I3 是一，这个一伏特除上2K 是0.5mA。好，那么 I0 这个地方的电流多大呢？就是 I1 加 I2 加 I3，刚好是1/14个mA。那么好了，那么它的戴维宁等效电阻就是一除以1/14，刚好就是1/14，sorry，因为刚好就返回来就是1/14 K 欧姆。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求出来的，就是原来的这一段的，包括这等效电阻的这个呢，戴维宁等效电阻就1/15K 欧姆。好，我们紧接着看到了191页的范例十。OK，范例十里面呢，它这个电路上面呢，我们要求呢 AB 这两端所看到的戴维宁等效电阻。OK，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做？AB 之间所看到戴维宁等效电阻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这里呢，假设我把它这一边呢加上了一个虚拟的1个mA 的电流源在 AB 端上面，OK，在 AB 端上面，然后呢，我们去求这一点的电压，OK，有了电压，有了电流，那我们就很知道了这一大段包括这个2K 这一大段的等效电阻是多少。好，我们因此呢，假设有1个mA 流进来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一大个地方呢当做一个超级节点，OK。那么首先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对于超级节点的这一点来看的话，V1 减掉2000IX 除上2K 就这一段的电流，再加上 V1 除上 1K 就这个的电，就是这个除上 1K 就这段的电流，再加上 V1 呢减 V2 呢，除以3K 就是这段电流，所以刚刚老师讲错了，应该是讲的 V1 这一点的节点上面3段电流和等于零在这里。好，那对于 V2 这个节点的话，V2 这个节点的话，
那我们也有三段电流，第一个 V2 减 V1 除以 3K， 第二个 V2 除以 2K， OK， 再减掉一个 mA 或等于一个 mA 等号的右左边。好，两个式子，然后两个式子，两个未知数， OK。那么这一个里面呢，有一个 IX 等于 V1 除以 1K， 这个地方呢带回去，因此的话，两个式子、两个未知数分别是 V1 跟 V2， 那解出来 V2 等于七分之十伏特 ，OK。V2 等于七分之十伏特的话，那么，既然七分之十伏特的话，有一个 mA 流进去，那产生七分之十伏特的话，那七分之十除上我的电流一乘十的负三，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它戴维宁等效电阻 RTH 就是七分之十 kohm。好，这也很不太难理解。好，紧接着我们看到191页到192页的这一个，求它电路里面的 V 磷值，就要求这边的 V 磷值是多少。好 ，V 磷值这边呢，我们用这时候呢，我们用戴维宁等效电路的方式，我们从这边先一刀切 ，OK，A 点切掉 ，B 点切掉，然后呢去看，等于看呢，在这两点我们叫的定义为它的开路电压 VOC open circuit。好，那 open circuit 里面呢，我们可以刚才老师看到的应该是这一个算是超级节点在这里吧 ，OK。那么在这里的话呢，那么这个现在的电压 A 点的电，这点的电压不在，现在就我们用 VOC 来定义为 A 点的电压了 ，OK。那么这个电压呢，加十二伏 ，OK， 加十二伏就是这一点的电压。这个电压因为是正负端朝自己呢，这个是串联电压，代表这一点的电压比它来得高。好，那 VOC 加十二伏就这一点的电压减掉2000 IX prime 除以 1K 就是这一段的电流，加上VOC 除加十二就这一点的电压，这点除上2K 就这一段的电流，再加上 VOC 本身除上2K， 这三段电流和加起来等于零。啊，其中呢 IX prime 的定义是什么呢？是这一段叫 VOC 除上2K 这一个电阻 ，OK， 就少乘这一个两个电阻所看到的电流。好，那么我们把它这个带进去，一个式子一个未知数，那这个未知数叫做 VOC， 所以我们马上把 VOC 解出来呢是负六伏。好了，有第一个 VOC 搞定了以后呢，紧接着我们看，我们把这一端的 VOC， 紧接着我把这一边呢短路起来， AB 之间用一条线给接起来，一接起来了以后，我们看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这边一接起来了以后呢，那么这边是一个短路的，那么 IX double prime 在这一段，刚刚我们看到了 IX 是这个 2K 跟我的一个短路的接在一起，有一个两，上面有一个 2K 的电阻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有东西没有电阻，有东西有电阻，电会走哪里，电很聪明，电另一种没有电阻的方向，就好像有捷径，有一条绕路，你要走哪里，我一定走捷径，是一样的道理，电一定走这条捷径下来的。所以说在这个 2K 欧姆的电阻器上完全没有电流，因此 IX double prime 等于零， IX double prime 等于零的话，这一边也这个电压源也挂零了，也挂零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那这个电路呢就会变成像这样子，一 K 两 K，一个 1K 跟 2K 的并联，那么两天并联，然后请问这样子的电路上面这个电流是多少，电流一定从正端出去负端回来，所以我们画 ISC 如果是 A 到 B 的话一定是方向相反。好，那么电流是多少呢，就12伏除以这个1K 跟 2K 的并联，刚好是三分之 2K， 会得到负的18个mA， 表示电流正确的方向是从 B 到 A。 好了，有了开路电压负六，有了短路电流，那么好了，那戴维宁等效电阻就出来了，戴维宁等效电阻开路电压除上短路电阻会得到刚好是 0.33 kohm。 OK， 那么好， 0.33 kohm 的话，刚才开路电压是负六伏，在这里电阻有了，我们把 AB 端的电路再接回去，
这边有一个 EK， 这边有个 EK， 马上我们带进去算一算，就马上我们最后的 EK 上面的压降是多少，马上就可以求出来了，就刚好是负的7/18伏特。好，这个就是我们最这个题就是我们出现在我看一下，这一题是出现在192页到193页的这个电路图，我们把它解出来了。好，紧接着看193页的范例5/12，图出现在194页，它要用利用戴维宁定律来求5/14A 电路中的 V 零值，要求这边的 V 零值是多少？电路已经在这个地方了。好，那我们做的电路的 V 零值，首先一样，我们把这一刀一刀切下去，算这个6kΩ 上面的开路电压值是多少？那这边电压值可以等于呢这一个这剩下电路了，那就是这两个回路所构成的电路。那 VOC 呢，我们可以看作呢 VOC 电压等于多少呢？等于这个等于呢 I1 的负 I1， 在负 I1， VOC 电压等于，因为 I1 是从正到负，应该 sorry 是 I1 乘 2K 的这个压降，再加上3伏特，那就构成了 VOC 了。 OK， 那这个就是这个电阻，这边的压降再加上三伏特就是 VOC 了。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首先这个电路上面的 I1 这个上面这个回圈呢，就是这个相依电流源的电流的大小，这个相依电流源是 VX prime 除上2000， VX prime 是这一个 VX prime 等于这个4kΩ 的电阻上面的压降。 OK， 好，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回圈有一个2mA， 不用求了。好，那么我们紧接着看一下呢，那么这个重点的这 VX 这个 prime 上面的电压是多少呢？一定是 I1 减 I2 除上了 4K。 OK， I1 减 I2 那得到的是电流再乘上 4K， 我讲错了。好，那么我们马上知道呢 I1 等于刚才前面告诉的是 VX prime 除以2000减掉2mA 乘上 4K，那个马上可以算得出来 VS prime 等于8伏特。 VS 8伏特了以后呢，我们把 I1 呢除上2000呢，因此 I1 等于4mA， 那4mA呢再乘上 2K， 那这边就是8伏特，8伏特再加3伏特，所以开路电压就是11伏特，求出来了。 OK， 因此我们第一个阶段求出来了。那么好，我们但是呢 ，OK， 我们还没完成，我们要紧接着求它的短路电流。在这个地方，这个短路电流的话呢，这个电路呢，我们可以呢，因为这边一短路以后呢，我们可以重新画过，我们把这个电路呢，可以把这边的再折过去，把等于说呢，我们可以重新画过呢，因为这时候，这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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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跟这一点呢，通通连在一起。 OK， 通通连在一起，相当于从这个地方 OK， 从这个地方这一点就是这一点，这一点呢就是三伏特，就是这一点。 OK， 短路回去以后，那么这一点是什么呢？这一点在那么这一个电流源等于在这一点。 OK， 那么两 K 的地方在这，两 K 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作呢，2K 的 I3 呢等于在这一点。好，那不管怎么样，那我们要你看不懂也没有关系，直接看这个地方就可以大致可以理解。好，我们看一下呢，这时候以这一点来看的话，对于这个节点而言呢，三段电流和等于零，第一段电流呢就是VX 除上 4K 流进来的电流，流进来，因为它是正超负，流进来电流 ，OK， 流进来的电流的，然后呢，等于呢流出去的，流进来的电流 VX4K 在流进来为负，所以这边是负的，加上 OK 流出去的为正，就加上 VX double prime 除上2000，在这个地方再减掉2mA。三个加起来等于零，
OK， 那么我们马上把 VX double prime， 就是当这边短路时候，这一点的电压马上这一点的电压值给算出来是八伏特。那这个八伏特求出来了以后呢，那么紧接着我们看一下呢，那个八伏特，那么在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八伏特出来了以后，这一点的电压 VS double prime 是八伏特，这个是八伏特的话，那么我们紧接着看一下，I3 这个是八伏特的话，那么请问一下，那么这一个 I3 这个电流是多少？那我们知道呢，如果这假设这个这边是以这个回圈来看的话，这边是假设这边接地，这边就是三伏，三伏往上去，这个地方兜圈回来，所以对于 I3 而言的 I3 的电流是多少呢？就是三伏除上两 K， 因此呢，对于这一个点来看的话，是往上的电流 I3 等于 1.5 mA。 OK， 那么好，我们看一下呢，那这个短路电流，那这个电流总共多少呢？当然就是这段电流加上 1.5， 就是我的短路电流。刚才已经知道了这个 VX double prime 是八伏，八伏除上了2000，这个电流是这个电流八伏除上2000，那这个电流是4 mA。 在这个地方刚才我们也求过，这边是 1.5， 因此总共的短路电流是 5.5 mA， 也就是1/11 mA。 因此短路电流有了，开路电压也有了，那么因此 VOC 除上 ISC 马上给解出来的戴维林等效电阻就是 2K。 好，刚才我们知道了开路电压11伏在这里，2K 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戴维林等效电阻，再把我原来的负载上面的 6K 再加回去，那请问我在负载上面的压降是多少，用分压定律就可以求出来了，是1/4 1/33伏，用心算一下大概是8.25伏特。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在这个地方。好，紧接着这个是大概这一章里面的这一章里面的比较复杂也比较难搞的这道题目，在194页到196页之间。好，这个电路上面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我刚看就很头痛，因为总共1、2、3、4有四个回路，同时呢有一个相依电压源在这个地方。OK， 那我们要求呢这个 1K ohm 上面的压降是多少？我们也是一样，准备用戴维宁电路定理跟诺顿戴维宁电理就好了，来去求它的这个等效电。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这个电路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左边的这个2 mA 的电流源，跟右手边这一个两边的，一个串流4K 的电压源，串流1K ohm 的，这个两个可以 combine 一起吗？我们先两边先重叠起来呢，就可以变成这样子。OK， 那先看的这一边的起来呢，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电路自己简化掉，因为这个电路呢，2K 这2 mA， 说的 K/2 就是2 mA 的意思，在这边的压降上面呢，就是这边的压降上面就相当于2伏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个呢到这个地方可以看作是一个2伏特，这个2 mA 的电流可以相当一个2伏特的一个电压源，2+4就会变成6伏特，跟一个 1K ohm 原来的 1K 在这个地方。好，因此我们首先把电流源跟电压源首先化简成为，因此我们前面的电路原来有1、2、3、4，然后1、2、4个呢，现在就少掉了一个回圈，就变成这样子了。好，这样子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呢，我们还是要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还是要求这个 V0 是多少啊，或 V out 都 in doesn't matter。OK，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要想办法求它的开路电压 ，OK， 再求短路电流，然后开路电压除以短路电流，我们就可以把它戴维宁等效电阻出来。有戴维宁等效电阻呢，那戴维宁等效电路就出来了。好，我们首先呢把它做。把它开路，一开路了以后呢，这个电路就长成这样，你注意到这个不见了 ，OK？
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一个剩下的这个当做一个超级节点。好，超级节点呢，那么开路电压就是从 V1 到这一点的之间的电压就开路电压了。好，那这个电压从先看 V1 啊，这一点的电压呢，是我们从这里到D的话，相当于这边上面有一个 2VX prime， 这下面有个 VX prime， 是总共呢是 3VX prime 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这个从 V1 到0的话是 3VX prime。 好，那么对于这个超级节点而言，一段电流、两段电流、三段电流和加起来会等于0。 OK， 那么就是 V1 减6，因为它这个正端朝进来，所以 V1 减6除上 1K 就这段的电流，加上 V1 减掉 2VX。 OK， V1 减掉 2VX 就是这一端呢，就是呢减 2VX 其实就是代表这一点的叫 VX 的意思啦， VX 除上 1K 就这一段电流，再加这一段电流呢，这个是两段电流，然后再来呢减掉两个 mA 的电流负进来为负嘛，或者因此等于呢，我们把呢等号放到右手边，就刚好等于 K 分之二，就两个 mA 在这个地方。好，那在这里面我们一个式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 V1 等于 3VX 带进来， V1 3V 马上把 VX prime 带，马上可以解出来，刚好是两伏特，那么 V1 这点就是六伏特了。好，六伏特以后呢，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六伏特了，这上面六伏特，那这点电压又是多少呢？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是六伏特，这个是两伏特。 OK， 那两伏特呢，这时候的电流呢从流进来两伏特，因此这边的电流，这边减号这边的电位一定比较高，因为呢还有一个两个 mA 的电流流进来，两个 mA 乘上 1K， 因此这一点的压降呢一定比这一点的电压降高，高多少？高另外一个两伏特。这个是刚才已经知道是六伏特了，这个是两伏特，那这一点呢一定是四伏特，六减四就来到，因此 VOC 呢这一点的开路电压值就是两伏特，以这个电路来了。那这个搞定了以后呢，再看下面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把它短路起来。 OK， 短路起来短路起来以后呢，我们要看这个短路电流是多少，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一个地方呢当做一个超级节点。 OK， 刚才前面的这个 V2 这个电压是 3VX 的，这个道理还是维持一样的。好，那么 V2 减6除以 1K 就是这一段的电流，加上V2 减 2VX 就是 VX double prime 除以 1K， 就这个地方就代表这一段的电流，这一段电流跟这段电流等于两个 mA 流进来的电流。好，那么也是一样， V2 用 3VX double prime， 这个 double prime 意思代表这个是针对这个短路电流所看到的，因为 VX double prime 等于两伏特，那这点是两伏特的话，上面 V2 就是六伏特。好，我们看下面的点图，这点是六伏特。好，这一点六减六，这一点的话，这一点这一段这边也是六伏特的意思，就是说嘛，六伏特的话 ，OK， 这一点是六伏特，这一边就没有电流流过来 ，OK， 没有电流会流了过来 ，OK， 因为六伏特朝它，六伏特朝它，两边就没有电流，这段电流等于零。然后紧接着这段没有电流的话，我们看这个两伏特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呢，那这边两伏特，那这一段电流是多少？这边是六，这边是这一段这一点的电流那又是多少呢？我们知道这个六伏特，这两伏特的话，这一边是四个，代表的这边的电压差是四，代表是因此这段电流是四个 mA 流过来。OK， 四个 mA 流过来，然后呢，那这个两个 mA 流进去，那这个电流是多少？就马上就求出来了，这对不对？因为这个四个 mA 往这边走，两个 mA 流进来的意思 ，ISC 度也是两个 mA 从这边进来，所以说这个两个 mA， 四个 mA 出去，两个 mA 流进来，因此这一点的电流呢，就是两个 mA 在 ISC 度了。
好，有了短路电流，有了开路电压，那这个就很容易做了。OK， 两伏特是我开路电压，戴维宁点效电阻是多少呢？就是开路电压除上短路电流。OK， 这个是 ISC， 这打错了，刚好是一 K。那一 K 以后呢？那请问这个 V 零是多少？那就是一伏特。那这个题目呢就很简单了，一大堆的就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就整个就出来了。好，这个一出来以后呢，下来下面有一个学习平量 15.5， 大家留意一下。 OK， 我这边因为忘了做投影片，请大家注意一下。好，那么我们在经做了这个会了以后呢，我们看范例5-14。范例5-14呢是一个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电路，12伏在这里，2mA在里，要求这一点的 V 零。那当做法有许多种，那么当然你可以用回路啦，用节点啦等等啦。那这边用介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戴维宁电路跟诺顿电路的互换。OK， 那什么意思呢？我可以我们从左到右 ，OK， 因为输出在右手边，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串联的，我们可以换成诺顿并联电路。OK， 那诺顿电流源是多少呢？就12除上3，就等于4mA，等于4在这个地方。这是12除以3，然后呢有一个3K 的这个电阻呢，就会放在跟6K 并联在一起的位置上。这两个3K 跟 6K 一并联的话，刚好是 2K， 就在这个地方。因此这个呢就会简化成一个元件不见了。 OK， 再讲一遍哈，我们把这一个串联电路电压跟电阻的串联电路变成电流源跟电阻的并联电路，电阻值不变，但电流源是电压除上电阻的值，所以12除以3K 是4mA。这时候3K 跟6K 并联，得到了2K 在这个地方。好，其他电路没有变化。好了，那我们4mA 再用诺顿跟戴维宁的互换，4mA 跟2K 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我们可以另外把并联的换成了串联，就那电压源是多少呢？就是8mA在这里，2K 搬上去，也就是变成了像这样子了。好，再简化成8K 跟4K 在这个地方。好，我们这个是8K 跟 4K 呢，紧接着再把这一个串联变成了并联，把 4K 搬成了南北向，讲南北向好了， 4K 搬它在这个地方来。好，这个8除以4是2mA，跟这个2mA呢，两个可以合并。OK， 因为它这个是这个并联的，并联的时候呢，电流源相加2+2就4mA在这里，然后4K 在这里，然后44+16又把这个呢换成了电压。我们回到前面的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的44就是16伏特的电压源，然后呢4K 搬上去，4K 4K 8K， 我们可以马上可以看得出来呢，那这个呢是16的一那个是 8K， 然后上面的 8K 在这里。因此呢最后 final 的你的答案就是8伏特。总共的电流上面电流多少呢？ I0 就是因为总共的电阻是4+4+8，总共是16，那么电压源是16，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知道这 I0 就是1mA。好，紧接着我们看下面的第这个5-3的最后，就是戴维宁跟诺顿定理的话，我们可以做到了与节点与回路分析法，这个诺顿定理并不能够简化的解题的步骤。那定理真正价值是了解的电路的物理本质，就是说什么？我们可以了解到电路呢可以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把一个再复杂的系统都可以用这种定理能够把它变成一个相对简单的容易理解的
电路 ，OK，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戴维尼跟诺顿电理的这电这个两个定理的最大价值。我们可以把一简化以后呢，让大家可以理解，我们可以让使得呢，那这个理解这个很重要，因为呢，很多从事所谓的电气工作的人，往往都没有，不见得有大学毕业，那么也甚至都连高中毕业都没有。但是他们继续从事这样工作，我们要让他们能够理解的话，我们只能用一个最简单的形式让他们了解。那么戴维尼电路呢，跟诺顿电路就是可以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媒介的工具，让他们很轻易的了解到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这也是它的最大的价值吧。接着我们看一下应该是多少节了 ？OK， 第202页5.4节，最大功率传输。OK， 最大功率传输在什么时候呢？我们首先看一下，假设这个电路长成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电压源 V， 一个旁边有个电阻 R， 加串联一个你的负载 RL， 我们看一下这个负载上面的功率是多少。功率等于 I 平方乘上那个负载的电阻 RL。 OK，I 呢我们可以是用分压定律，就是全部的电阻当分母 OK， 然后用电压去除 V 除上 R 加上 RL OK， 那么这代表你的 I OK， 那个当作分母，那得了 I 平方乘上 RL 就是你的功率。好，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要问一下什么这个功率呢什么时候最大，就是我们把功率对负载 RL 去做微分，微分的时候呢，它的等于零就有最大值或最小值 OK。 那我们今天等于零来看的话，那等于零一解出来的时候，就发觉如果这个等于零的话，的意思就是上面这个必须等于零。什么时候等于零呢？就是当 RL 等于 R 的时候呢，有最大值 OK。 那这个等于最大值是多少呢？我们马上也可以算得出来，也就是大概的功率的一半吧。换句话说，这两个电阻一样大，那么功率多少呢？就是各50%。好，这个50%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路上面会得到一个最大的功率在上面 OK。 那么最大功率上面呢，功率可以说这个，那么它的这个两个功率会是最大的。好，我们看下面这个电路 OK， 也是一样，为什么时候呢功率会最大 ？RL 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功率也就是问，它的戴维尼等效电阻是多大的意思是一样的。好，那戴维尼等效电阻的是多大呢？我们可以看呢。好，第一个呢，那第二个呢，要问它的功率是多少？那功率多少，我们势必要知道这两边的开路电压是多少哦。好，我们首先呢，先看呢它的开路电压是，首先把这边拉掉。就看直接看这两边的开路电压，那开路电压马上，好，这个里面的开路电压呢是等于4K 乘上 I1 再加上6K 乘上 I2 就是 VOC 了。好， I1 已经不用求，是2mA。 好，那么 I2 呢，这一小回这个回圈的话， 3K 有 I1 减 I2 OK， 这第二个是 I2 减 I1 加上 6K I2 这个，然后这个加3B 正端朝向进来的方向等于零，那么马上解得出来，因为 I1 不等于2mA带到第二个试纸 I2 就是等于0.3mA，解出来了0.3mA以后，那么这一边的那0.3的乘上了，那么马上算一算呢，这个是24/8，这个是这个呢是刚好2伏特，所以8+2。所以 VOC 就是10伏特 OK， 10伏特解出来以后，紧接着我们看一下它的戴维尼等效电阻是多少，怎么求呢？我们把电流源开路，这个不见了，电压源短路，等于是说我要求这一边这一个的电阻是多少，那这一个马上算得出来，3跟6的并联是2，2加4是6，因此呢我们马上算得出来呢，它的戴维尼等效电阻是 6K 10伏特 6K OK， 然后最大功率是多少呢？就是也这个当负载跟 6K 相等的时候，我们有最大的功率，功率多少呢？就10伏特除上全部的电阻的平方再乘上 6K
就得到将近6/25，四又1/6这个 milliwatt 就可以求出来了。好，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林建老师用这个用这个 Tina 去模拟 ，OK， Tina 都有没有用 Tina 一个瓦特计，这个瓦特计的用法就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我这里面瓦特计总共有四条线在这个地方 ，OK， 有一端线比较粗的这一端是接你的电流要走的方向，这端要出电流的点从这边过 ，OK， 电流从这边过，另外有两边比较细的呢。去读它的电压，有电压有电流，它就直接把你功率算出来。好，紧接着我把我的这一个负载的电阻当做一个变速，从0到60K， OK， 我们看一下呢，输出功率是多少呢？刚才我们马上算了出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马上得到什么时候最大呢？当这个 R 等于6K 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有最大的功率。功率多少？4.17 milliwatt， 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马上可以出来。当换句话说，这两个电阻相同的时候，有最大的功率。OK， 那这个效率多少呢？50%。好，换句话说，这个相当的效率只有50%。如果电力公司卖你只有50%的电力公司，就是不是不赚钱的事 ？OK， 好，我们看紧接着看下面。好，那么要求一下这紧接着，好，这个呢要求一个，这个有电路上面有一个相依电压源，在这个地方要求它的最大功率转移的时候的最大功率跟它的 RL 的时候是多少。好，那这个电路怎么做呢？这个电路啊，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这个地方就是要求它的戴维宁等效电阻。哦，戴维宁等效电阻呢，我们的求法当然我们可以先求它的开路电压，这边从这边一刀切下去。好，这边一刀切下去就求它的戴维宁开路电压。开路电压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超级节点。好，这个是 VOC 啦，正端朝这边是要减了，减2000 IX prime，就是这一个，然后除上了4K， 1+1K+3K 代表了这段的电流 ，OK， 加上负的是这个量是净能，应该是减了4mA，再加上这个 VOC 除以2K， 这段电流三段电流和加起来等于零，那其中的 IX prime 这个东西呢，相当于 VOC 除上2K。这个除上等于这段电流 ，OK， 那么马上解出来的话，这个地方马上解出来，把这个地方用 VOC 带进去，那 VOC 就出来了，刚好是8伏特，先把8伏特记起来，这边开路电压是8伏特，那第二个呢，我把这端短路起来，看它的短路电流，短路起来求短路电流的话，一短路以后，哇，这一段电流跟一个2K 两边去比赛，这段电流就死不要了。IX double prime 等于零 ，IX double prime 等于零的话，这边也等于零在这里。好，那么好，通通一统江山，就从这里到短路电流就在这个地方，4mA，左边是4K欧姆，右边是短路，4mA乖乖的走右边过来，所以短路电流就是4mA在这个地方。好，好，那么开路电压是8伏特，短路电流4mA。那么戴维宁等效电阻就是2K， 因此我们把电路呢画出来2K， 再加上刚才减掉的4K 加上我们的负载全部呢，好，那请问呢，这个六这个 RL 要多少呢？就是剩下的这个电路2K+4K， 那 RL 等于6K 的时候呢，有最大的功率转移。好，因此呢 RL 多少等于6K。 好， 6K 以后呢，那总共的 6K 总共是 12K，它的开路电压8伏特，8伏特除以12K 得到了它的电流的，好，在它平方再乘上6K， 因此功率就算出来是2.66 milliwatt。 OK， 那么这个题呢，就是在各位的202页到203页的这一道题目。好，紧接着我们看下面，哎，这一道下面那道题目老师就给他，哎，这道题目呢，
说错了，这应该是这两百零，我说错了，这是203页到204页的题目。好，那么255至18老师给他跳过去了。那紧接着我们看55，利用电路图记录来做直流 SPICE 分析。这个叫 SPICE， 就是我们现在刚才冷艳老师做的 TINA 的电路呢，这是起源于在60到70年代开始在做机体电路的时候呢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电脑程式工具。它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叫做 SPICE， SPICE 我们知道呢，我们都用了胡椒这种香料叫做 SPICE， 它用一个比较好名的一个简易的名字，但是 SPICE 确实有它原来的意义，代表 Simulation Program with Integrated Circuit Emphasis， 是什么意思呢？ Simulation Program 模拟程式给什么用的？ Integrated Circuit Emphasis 强调于机体电路的模拟程式。好，这个原来的，哦，原来这个电路不是给我们做这种什么电阻啦、电压器，原来是给模拟这个机体电路的。为什么模拟电路要这个机体电路要模拟呢？因为在这里面呢，因为模拟电路没有办法，不，机体电路没有办法用面包板可做得出来，因为机体电路呢，但是或者因此你无法做实验，你怎么办呢？因为机体电路非常的小，你没有办法，而且呢里面的电路呢构造又相当的复杂，没有一个那么大的面包板 OK 把所有的东西容纳进去 OK 容纳了进去 OK 一个简单的最简单的运算放大器，林建老师模拟过，最简单最简单，上面已经有14颗电晶体了，可以塞在一个巴掌大的这个面包板上面，这还是一个最简单的 OK。 那如果稍微复杂，用到几十个、几百个电晶体，你不错，那你这个光这个要去用面包板，只要兜到那么大的面包本身就会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呢，因此呢，唯一没有办法能够去检验这个电路方法，只有靠的是模拟的程式 OK。 它是一种电路模拟的程式，但是模拟最重要是模拟呢检测电路的连接功能完整性及预测电路的行为，它主要用在类比电路跟混合电路的模拟。原先发展为了模拟电路最终的机体电路，当然现在我们也现在拿来用来模拟我们现在的电路，当然是恰恰好而已。OK， 那1975年的 California Berkeley，OK，Donna Patterson 在电子学实验室研究实验首先建立起来，一开始用 Fortran 撰写，第三代以后改成 C 语言来写。那早期的是为文字界面，现在大家都以图形界面为主。那么当然，现在大学里面呢，紧接着就有商业化的产品，例如说我们的 TINA、ORCAD、MultiSim 等等。那么电路设计呢，测试跟制造呢结合，变成一贯作业化的电路软体，叫电路软体呢，我们称为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简称 EDA OK。 我等一下还会多介绍。好，那么业界使用的大概都用 ORCAD， 当然有个人的版本 PSPICE OK， 这个里面注意到有个人版本，那 PSPICE 也有出学生版，叫 PSPICE Student 9.1， 但这个版本无法相容于 Win 7，当然 Win 10当然就没有办法了。但这个里面是付费的版本，那有没有免费的？当然有，就 TINA TI、LT SPICE MultiSim Blue OK。 那为什么它会免费的话呢？这个是有大公司在支持 OK。 这 TINA TI 是 TI 是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 的公司，那 MultiSim 是这个叫做 MOS，有一家公司叫做 MOS 的做电子材料的经销商，他也做这个地方。那当然还有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免费版本，另外也有做一个阳春版。阳春版是什么呢？这个版本呢，就是说我把它的比较复杂的版本呢，复杂的要付费的版本呢，再去功能再做删减出来，就变成了免费版本。注意到他们还是免费的P-SPICE Lite 或者叫 Eagle OK。 好，当然也有付费版本。付费版本我们彰化师大物理系有一个 TINA 5.3， 15年前了，彰化师用的我们系所版5.3，当初买大概是10万块左右吧。
这个版本呢，当然的功能到现在来看非常的阳春，但是幸运的是在 Windows 上面还能跑 OK， 很幸运的。虽然那个是一开始用在 Windows， 我不搞了是2000吧，还是XP 时代的最早第一代版本，那现在还能继续使用。当然你这个版本上面只能做分析，只能做模拟，但是它没有办法设计 PCB 电路图。那么当然你也可以买它的学生版 Tina 10的学生版，49欧元，你可以 download 下来，你就用信用卡付费。那么 MultiSIM， 我们的 MultiSIM 的话，它也有它的学生版 OK， 拿学生证的，只要学生证的话付费70块美金，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它的。那这个学生版跟正式版呢，基本上是功能一样的 OK。 那么至于业这个在学生里面，只要是有学生的证明，他们基本上都 OK。那么对于业界拿到业界里面呢，对不起，你就不能用这个版本了，因为人家会来检查你有没有这什么版本，那业界对不起就不便宜。 MultiSIM 大概是我记得是35000吧，这个 Tina 10大概也是万元起跳，几万块跑不掉，也是单一授权，单一电脑 OK。 那你有好多部电脑的，对不起，那个价钱就是天价。好，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林健老师用的这个5x26用 Tina 画出来，然后解这个，例如说这个电路上面呢，要看这个上面的，把这个3K 当作我的负载，然后把这个电路简化起来的步骤。第一个量出它短路电流，第二量出开路电压，那么两个相处以后就把它带稳定等效电阻出来了，开路电压放到这边就可以把剩下的接回去 OK。 那我们主要证明出来就是原来的负载电压 6.75， 那这边还是 6.75。 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了诺顿等效电路 OK。 那么把那个电流源跟 PK 这两个，那么我们把它并联，也是一样得到相同的结果。哦，这个是范例5x19，也就是在各位课本多少页，让我看一下。这个是在课本的218页，那个图5.46上那个电路图 OK， 在那个电脑上画出来的结果 OK， 虽然长得有点不大一样，但基本上也有大意了。课本上这边所量出来的数据呢，基本上跟课本上5x17是一模一样。好，那就代表了我们如何利用模拟软体去模拟我们想要的数据 OK。 同时呢，这个是范例5x21的那个上面的5x21的上面，这个里面的有总共有六个回路回圈的电路上面其中包括了两个相依那个，一个是电压源，一个是电流源的。那我们也是利用Tina 上面来给它模拟出来 OK。 那么这也是我们得到我们要的模拟数据，基本上的数据也是非常的相接近我们要的数值。好，这里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模拟软体的功能，它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寻求到我们要的正确答案，在我们在组合电路的时候呢，当作一个很有效的工具。好，下面呢就是一个有趣的范例，他们是应用范例，在222页的，说有一个 ConocoAid， 他当时 ConocoAid 的名字是假名字了 ，ConocoAid 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女的大学生 ，ConocoAid 的原字是 Coeducation。因为美国原来的大学通常只收男生或收女生，如果男生女生都收到叫 co-education， 因此简称 co-aid 就是在那些男女合校的女生 OK。 Connie 的名字也是一个女生的，她发觉她的手，她在打电脑的时候发觉到她的滑鼠不会动了，因此她拆开来再检查一下她电路发生了什么事情，发觉到那电路呢里面呢是一个有一个 OP 运算，有放大器跟电阻。好，他想如何利用一个 1K 电阻跟一个伏特剂来把这个电路的等效电路跟等效电路给决定出来。好，他怎么做呢？我们看下面的图 OK。 首先呢，他右手边他什么都不接的时候，先拿电
电表伏特去量出来，如果我接上电源的时候，那个电路上的开路电，开路的电压是2.4伏，紧接着我接上了一个1k欧姆的电阻以后，再量变成0.8伏。那0.8伏呢，利用这两道的话，你也量出2.4伏的话，我们就已经决定出了，这个应该是开路电压嘛，那就代为您等效电压源就是2.4伏。那这一个电阻是多大呢？这个电阻多大？那其实因为这边是0.8伏的话，那我们用分压器的反推就可以推得出来，就是0.8伏等于戴维林等效电压乘上全部的电阻当分母，一 k 当做分子，可、okay, 等于0.8。那么1k1k， 那么 RTH 是2.0。那从它因此它回报它的厂商说，我的等效电阻是2.0。那么那厂商就可以知道，因为厂商马上从资料里面就可以知道它的等效电阻是多少，如果2.0是否合理。好，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学戴维林等效电路事实上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且很快的能够找到我寻求我们的答案。那当然我们看到的新版的 TINA 有些什么样的功能，这是以往的所谓的模拟软体所不具备的，例如说 TINA 的 5.3 版，它只告诉你要的数据而已，但新版的功能它有一些 新的功能，最其中最让人注意得到的就是它能够制作印刷电路板的数据档。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惠斯通电桥电路。OK， 惠斯通电桥的电路，我们看一下。那这个电路上面呢，原来这个电路上面呢，我们有电压源，有四个电阻在这个地方。好，然后这边可能要外接一个电表在这里。好，我们先用一个电表再取代在这个地方。啊，不管怎么样呢，那这个电路我们在 TINA 上面画没有太大的问题。那 TINA 新版有个另外一个功能呢，它就是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在印刷电路板上，这个电路要怎么样去布局，我们叫做 layout， 中文叫 layout， 其实英文叫 layout， 中文叫做布局。好，布局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电路呢，呈现在电路图的画法跟在印刷板的画法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图所看到的是所谓的，印刷电路板，就是在一个印刷电路板所画出的结果是这样子。它更进一步的，它能够产生一个 3D 的影像图，就是说你还没有真正的制作之前，先看到这个图看起来合理不合理，有没有可以改善的空间。那这个就帮助各位呢，就提供了一个所谓视觉辅助的功能，让你在还没有真正的制作印刷电路板之前呢，然后真正的了解到你未来做好的时候长得怎么样子。那当然做完了以后呢，它能够有一个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okay， 然后日后呢做的时候呢，减少你错误的机会。好，这一章就到这里结束。